Okay, good morning.我小时候有一个掌事人叫做李济准，你们都假装没听过对不对？李济准就是有一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低沉。欢迎收听今天的什么什么什么之音，是不是？然后应该知道。OK 哈，好，现在终于进入我们第三堂课。因为上礼拜三的师生没有声音啊，那个我没办法讲话。我们今天第三堂课啦，档案的部分各位应该都有吧？啊，这是21到30啊，那么21到30。上次有拿书的同学，请你确认一下，把那个你的读书心得在群组分享一下。好，目前好像看到就是雅虎的 ，OK。好，再来21啊，请你眼睛来听一下 dent， 啊 ，dent 是牙齿咬合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所以他后来加 ist 变成人，你听一下 dentist。Visit your dentist again. Visit your dentist twice a year for a checkup. Okay, twice a year 代表一年两次。Twice a year 啊，一年两次。那有一个字叫 once, O N C E， 几次？一次。好 ，O N C E。那 twice T W I C E， 那就叫两次喽。哎，同学问说老师，那三次呢？我就问他你觉得呢，他说 thrice 啊，没有这个字，不要自己乱发音，好不好？所以三次就叫 three times 啊，就白话就对了，就这样 OK， once twice three times。 那这边特别注意这个 TW， 因为 TW 你会发现它大部分都有什么意思，二的意思啊，譬如说请问二叫做什么？十。十二叫做什么？还有二十叫做什么？twenty。还有双胞胎呢 ？twins。两次呢 ？twice。完全通通是 T W 代表二的意思，很简单哈。所以各位在理解单字的时候，去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掌握一些原则啊，就很简单。好，下面请问一下 dentures。dentury。Dentistry 很好，所以是 dentistry 就是牙齿凹痕的这个概念。好，下面20叫了一个22 DI die， 其实这个 die 很简单哦，它就是谁呢？你补充 DAY。 那 DI 为什么是 DAY？ 因为 I 跟 AI， 请问什么代换？你们代换吗？这很简单，所以原来大理就是 day， day 就是大理。之前在儿童美语上课，我们有外国老师是澳洲来的，然后看到那个就跟最近一样，最近流感超恐怖。我昨天还带我大儿子去亚东医院看感冒，看到快2点。大儿子啊，去看急诊，因为树里没有那个小儿科的急诊。然后我5点起床，带我妈妈去机，不去机场，去跟朋友搭计程车去机场，因为他今天要出去玩。哎，所以我老婆昨天应该差点蛋，对不对啊？因为如果小孩发烧，老公不在，哎，他雇两个，一个8个月，一个4岁，还发烧，你没办法嘛。所以昨天晚上赶快去处理，还好应该是 OK。好，所以这里是 diary， OK， 所以这个母婴代换的概念。那下面那句 ，I make a note， make a note of our next meeting in the diary， 我会做个笔记啦。好，那刚才讲这个 die 是什么呢？有一阵子呢，我在儿童美语上课，就跟最近一样，流感怎样肆虐，哇，超夸张的哈。结果呢，我们有一个澳洲来的老师，
他看到一位女老师怎么样感冒啊，然后在那边流鼻涕啊，啊流鼻水啊，哈、啊，然后打喷嚏啊，啊他就很关心他了，啊他就对那位女老师讲了一句话，关心的话，那女老师一听花容失色，哎，后来我赶快去了解一下，因为我是教学组长啊，想说是什么性骚扰还是怎么样啊，又不是的啊，他是问他 ，Are you？他是关心他，他说 Are you？ 各位您看看啊 ，Going to hospital today？ 来听一下 ，Are you going to hospital today？ Going to hospital today？ 这是一句很平常的问候语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原来那个澳洲老师说 ，Are you going to hospital today？No, I'm not going to die. OK. 还有说你要不去医院死一死啊？对，不是，是 today， 不是 to die。那这个发音不是只有澳洲人才会这样讲哦。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呢，在语言中心，然后还没进硕士班，我们就一位老师，一进来就跟大家打招呼，非常热情。他说 ，Hello everybody， anyone knows what D is to D？ What D？is to be， 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同学啊，就哇，老师在讲什么？然后老师只好自圆其说啊，自己找台阶下。Oh, don't you know that we have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他在讲什么？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啊，所以到那时候我才体会到，真的英国各地的腔非常多，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平常在台湾听那个美式，台湾的美式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个英国各地腔非常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但是当你在那边待过，你就会习惯各种怪腔怪调，然后来就 OK 了啊。像现在听印度腔也还好，反正一直卷舌就对了啊。好，所以回来那个发音是 diary， 啊，那 diary 非常简单。重点是它中间是什么 ？IA， 对，它中间是 IA。那当我们把它前后颠倒了一下，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来，请一下 dairy。啊 ，dairy 叫什么制品呢？乳制品 ，OK， 乳制品。所以 dairy product 叫做乳制品。那 diary 叫做日记本。那怎么记得呢？非常简单。因为乳制品怎么拼 ？AI， 日记本怎么拼 ？IA， 所以请问是哪一个会让乳牛哀哀叫呢 ？AI， 啊，就这样哈。所以乳制品乳牛会哀哀叫啊，因为要挤牛奶嘛哈，就这样。所以 AI IA， 啊，因为很多人这两个字老是写错啊，就像有一个 game 叫做 A lot of， 有没有？来听一下 A lot of。然后 a lot of 等于什么 ？lots of。OK， 那偏偏呢，我以前有个学生，错误的示范哈，他永远都写 lot of， 然后呢，lots of， 有听懂吗？啊，就是。该要额的他一定不加，好，那不该要额的他一定加，好，就是跟人家写法就不一样，就相反，他怎么写都写错的，好，那这位学生很妙哈，他小我一岁，一个女生，他已经回台湾很久了哈，他是是你精英这边的同学，然后呢，他那时候我觉得蛮有勇气的，因为他在一个很不错的公司上班，叫做德州仪器，有听过吗？德仪啊，德仪薪水不错啊，3万多块，快4万块，他做了好几年，也不错啊。之前也在一个蛮有名的出版社工作，他运气一向都不错。然后结果呢，他说：“老师，我一定要出国念书。”他说：“我已经存好钱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觉得生命到这边已经了无乐趣。”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那个他在德仪在信义路上面，台北信义路。”那永康街附近，永康街有一个小笼包店很有名，叫做什么风？
哎，鼎泰丰。我说你说生命无趣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总经理啊，因为德仪的业绩都是很固定的啊，固定那几间大厂在那边买东西，所以他们就做一些行政的事情，他也不是业务，所以他不用去开发，所以他负责接电话啊，接电资料，就这样，一个月就领了30万块，还蛮开心的。他就说总经理呢，几乎每天啊，只要总经理没有出差，就会问我们说，哎，大家中午有没有要带东西吃啊，还是要吃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吃鼎泰丰吧。他们已经吃了3年的鼎泰丰，就中午啊吃3年鼎泰丰，他觉得已经很无趣了。他说人生可不可以再有趣一点这样啊？就是说熊后面啊，我说你很过分啊，人家那个日本客是搭游览车来排队，啊你们是在旁边，因为他说他们吃一阵子之后就认识店员了。但是店员之后就不用排队了，就打电话就啊，大概帮你点一桌，好的，好，大概一桌就是他们公司的，就这样，好，行行后面。所以我觉得他很勇于挑战，跳出自己的什么，对 ，comfort zone， 他的舒适圈。就一般人会觉得我工作7、8年了哈，然后现在3、4万的薪水不错啊，我干嘛那么辛苦呢？还出国去念书 ？Comfort zone，comfort zone。Comfort zone，comfort zone， 啊，他是一个挑战蛮成功的案例。结果，他来问我，他说：“老师，我要考雅思，我要去澳洲念书。”我说：“那你知道什么叫雅思吗？”他说：“不知道。”那时候我比较闲一点啊，我说：“好，那这样，那个我先帮你做前测。”好，后来我就变成家教，教了他一个多月，我做前测啊，就是考前测试。雅思各位知道满分几分吗？9分。满分是9分，没有10分。一般要去念硕士是6分、6.57分。好，他前测出来2分，2分。好，意思就是说还差4到5分才可以去念硕士。如果是一般人听到这个又怎样？算了嘛，干嘛那么累哈？工作还不错啊，收入还不错啊，干嘛那么累啊？他没有，他说我一定要去。我说好，既然你有下定决心一定要去，那我就尽力帮你。结果呢？我在大概一个多月的期间帮他进步了2分。好，如果你到南洋街这边问一下，你说我雅思想进步2分需要多久，专员会跟你说，同学，我建议你先从基础班开始上，然后上个半年看你的学习状况，如果学习的不错，你可以开始上半年的雅思，好，最快最快也要1年，那花个1年半2年是很正常的。所以他那个我觉得他毅力哈，或者他这个一定要去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他就是努力拼命用功，还把工作辞掉，我发现这个是一个关键点，然后就专心念书，有一个多月提升了2分，2分还差2分啊，对不对啊？2分、4分，还差6分，还差2分，怎么办呢？他说：“佩老师，感谢你这一个多月帮我提升2分，我觉得我要那个置于死地怎样，而后生啊，他要这个壮士断腕。”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决定呢，要飞到澳洲去，把我自己丢到澳洲那边，然后呢，花3个月在语言中心把我的英文能力提升，然后提升不起来就不回来这样。”所以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啊？你看他有啊，他以前叫 Tiffany， 后来改叫 Mina， 然后呢，他很感谢我，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在遇见我之前的打算啊，他说我一个月呢已经准备了3、5万块台币。然后决定去砸12个月，反正5万12个月就60万嘛，我就是有钱嘛哈，就是他已经存钱嘛，那我就是要去砸钱，然后把我英文拉起来这样。我说千万不要这么做，我花1、2个月就可以帮你拉个1、2分，所以你后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果然，第一个我帮他省了至少半年的时间，第二个我至少帮他省了几10万，跑不掉啊，因为本来准备砸60万哈。我说不用不用这样做啊，这个教你一些方法会比较快。最后有没有念书成功？有，那就进硕士班了。就1年后回台湾，考公家机关的行销部门的专员，就一进去48000，一进去就48000。然后他们那个公家机关呢，每年固定调薪3000块，不论考级。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这已经好几年前的事了。因为他儿子都已经上国小了但我讲的是他回来之前就是生小孩之前。然后呢，你看哦，48000如果连续工作了5年，加薪15000，请问是多少？6万多块嘛，请问有没有比之前3、4万好？
MLA， 而且顶的是一个硕士学位，而且是在公家机关里面。啊，不过他真的，第一他很努力，第二他很幸运。他很努力是他努力的拼啊，最后呢，我教他一些面试的技巧，把他进去了。然后后来他很幸运，就是他到了单位啊，我一直觉得他运气是很好的。他到了单位都是蛮开心的单位啊。什么叫蛮开心的？他说：“老师，你知道我们扫地的阿婆一个月领多少吗？”来，另外，我觉得扫地的阿婆一个月可以领多少呢？算是合理。两万四啊。6万，哎，对他们扫地的阿婆领6万，我差点那个东西没掉下去哈。我说啊，扫地的阿婆领6万，为什么？哦，因为他说他已经扫20年了，他就是从年轻开始进来当清洁人员，然后就一直扫一直扫，那都有奖金啊，什么绩效啊，然后就一直累积累积，然后累积了20年了，所以他说阿婆领6万，我爸现在还有没有了哈？我他进去的时候那个阿婆领6万。太吓人了，太吓人了！但我猜他现在应该也更多。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转折的故事，跳出来在你的 comfort zone， 你的舒适区啊，就是挑战一下，说不定有其他的可能性啊。好，未来所以在名称 diary。OK， 下面好像我老公有问我，他说你没事工作那么累干什么？那你不觉得在家睡觉很开心吗？然后在家睡觉很开心吗？因为我们两个同一个星座。不开心，不开心，你知道吗？就睡不下去啊，然后就觉得你要起来做些什么事的哈，不然改忧改忧这样啊。然后他刚好相反，就说起来怪怪的，就会比较舒服哈。但各位要蛮佩服各位的啊，这个这么冷的天气能够起得来。好，所以一句 I made a note to come， I made a note of our next meeting in my diary。啊，不过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啊，你自己决定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来，第一个是念一下 daily， 每天的，对 diaries， 很好，日记。之前有部电影叫 BJ 单身日记 ，Bridget Jones， 那个是瑞尼奇维格，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因为他本来是很瘦很小，他为了拍这部片，把自己吃的非常胖，结果后来呢，第一集拍完了嘛，哎，非常卖座，他跑去拍一部电影叫做《冷山》，有听过吗？好像叫 Cold Mountain， 跟那个 Nicole Kidman 冷山，这个 Nicole Kidman 是吧？这个就是瑞尼奇维克，哪位？好，那他在冷山里面，他是如果没记错的话哈，如果看有没有看过，可以那个确认老师讲的，是两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啊，这个富人，然后住在山上，然后的一些故事，简单讲就这样。然后他们两个在都是演那个山上手无寸铁的女人富人家，然后所以呢，他们都是很娇小、很娇弱的嘛。他演这部电影的时候，是演完 BJ 单身日记，意思是什么？哎，就是从 BJ 单身日记膨胀2倍，然后之后开始消气哈、啊，然后剩下1/2这样。台湾话叫“射了气”哈，这样小小的意思。然后又拍完这部，哎，那个制作人传来一个好消息，他说呢，因为《BJ 单身日记》卖得不错，准备拍第二季，所以他要又把自己吃回去那个第一集的样子。也听说他一餐要吃6个汉堡、3份牛排，还有几份什么东西，一餐哦，各位，好，为了要达到那个戏里面那个形象。的那个概念啊，所以演员真的不是那么好当的哈，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还再念一次 diaries， 是那个 BJ 单身日记 ，Bridget Jones 就是这个 diary。那外国人写日记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开头会跟日记打招呼 ，Dear Diary， 对吧？就是日记本你好啊，我今天要讲什么什么，就是自言自语 self talk 的这种感觉。好，下面一个 dailyness， 好，叫日常生活形式。23很重要的一个字根，一起念一下 contradict。然后 contradict， D-I-C 代表说话，所以把人说的话用一本书，把它呈现出来，叫做字典。哪一个字？ dictionary。那 contra 是相反，
所以跟别人说相反的话，把它变成 contradict。contradict。很好，另一句部分 ，the two stories come。The two stories contradict each other。好，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来讲到说法互相抵触，我们就得来学一个很有趣的进阶字根。好，请问，学习的英文是哪一个字 ？Study 没有问题吗？啊，请问教导的英文是哪一个字 ？Teach 没有问题吗？哦，但是你可能万万没想到，学跟教怎么样？反义同源，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相反的意思，但是他们字根却是同一个，这非常厉害嘛。好，上面来讲一下 study， 下面 teach， 啊，透过规则一的代换啊 ，t 跟 d，t d s t h c h j，t 跟 ch， 所以 t 跟 ch 在这里 ，OK， 所以教跟学原来以为他们是不同字根，搞了半天是同一个字根，那有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把这个概念串起来呢？let's go， 一句话。哎，那前面有人说什么乡长？哎，教学乡长嘛，原来教就是学，原来学就是教，所以之前我们跟同学说，哎，学东西最快的方式就是跟别人分享，去教别人。哎，所以养护今天下午有要上课吗？要教课吗？哎，下午要教喽，有点像行动力哈，就是早上听完，下午马上去分享，或者说上次的马上去分享。就会强迫你去记一个联想，而且那个雅虎还做那个手机图，有没有？有看到吗？手机的那个四个规则的图啊？有。有吧？有没有看到？应该有在群组里面吧？有吧？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四条格林法则的图啊。各位要会借力，就是同学已经帮你做好了，你只要下载装到你的手机桌面，你每天都可以看格林法则。好，但有人还这样建议过。那如果要再狠一点，老师，我说怎么样？他说礼拜一开机密码怎么样 ？T D S T H C H G， 啊，忘记就打不开，这样啊，就强迫你自己去记忆四个格林法则。OK， 那我们讲回来，学习叫 study， 教叫 teach， 他们相同的字根，来记一下 tutor。那 tutor tutor， 如果你到海慈来。把 tutor 打进去，他就会给你一些跟教学有关的字啦、啊。比如说第一个，一起一下 tutorial， 第二个 tutor 叫做家庭教师，来听一下 tutor 好，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各位觉得是先有老师，这种班级的老师，还是先有家庭教师？家庭教师，因为古代可以接受教育的大部分是贵族，贵族就是把老师请到皇宫家里面来教啊。其实 tutor 是真的老师的开端。那当然后来衍生变成 tuition，t u i， 然后呢 t i l n， 所以这个是哎上课要缴的什么学费啊？不过各位这堂课没缴哈、哦。tuition。是不必讲哈，但希望各位把本来那个要，我最近在看另外一本书哈，然后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叫做《业力管理》。业力管理，它是那个《当和尚遇到钻石》的作者写的。那《当和尚遇到钻石》，简单讲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书，你应该可以看一看。他就讲一个西藏的喇嘛，是个美国人哦，他跑去西藏当喇嘛，而且是那个什么佛学博士哈。他们就跟禅定坐禅嘛，他们的功课每天就是禅定坐禅，禅定坐禅。哎，做到有一年呢，突然他的师父说：“你该回美国了。”然后他说：“我回美国做什么？”他说：“你的这一辈子的任务就是在美国的商场上散播佛法，就这样。”好，那我回美国要做什么？你不知道，回去再说吧。好，就这样，就回美国了。就回美国之后，误打误撞。进入一家卖钻石的公司，然后呢，一间小小的公司，在短短的几年内，好像被他经营团队呢弄到全世界数一数二大的，营业额好像是30亿还是多少亿美金的钻石公司。然后最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当和尚
用到钻石。那就是讲到如何把公司经营得这么好的，其实整本书都在讲什么？两位有看过吗？有，有看过吗？很久以前的。很久以前的，整本书都在讲三个字：金刚经。哦，对。对，整本书都在讲金刚经，但是它整本书没有什么金刚经的内容。很有趣哦。如果要那个几句话来代表，叫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你不要太偏见的说什么色情那个色，不是。色就是一切的物质的东西，就是色嘛。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如果讲的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一切都不存在。啊，这是比较玄一点的说法。或者我再跟你讲一个另外一个玄的说法，其实我们是同一个个体，只是在这个空间用不同的方式存在，你是切割成了不同的个体，所以你好像感觉啊，你是你，我是我，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存在体，这是比较心灵卦的说法，哦，还是非常有趣。那他后来有一个系列哈，就开始教什么瑜伽，开始教什么那个业力管理，啊，我非常推荐各位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12788，然后呢，老师的网站右边有那个偷懒的方法，啊，偷懒的方法，偷懒的方法就是右边有博客来，右边有博客来，啊，然后直接这边打业力管理啊，或者那个当和尚遇到钻石，那其实他这本书很薄啊，如果养护常在看书的哈，15分钟就看完了。但是看完不代表理解哦，对不对？看完理解不代表你有用出来啊。啊，但要执行的时间，我认为是一辈子。但是要看完其实很容易，因为它业力管理总共就8个，啊，善用业力法则创造富足人生。啊，业力管理，对吧？当和尚遇到钻石2，就开始讲业力管理了。那其中里面就有讲到哈，为什么讲那么一大堆啊？其实也符合我们公益课的精神，就是他说一般的公司，他里面画了几张图，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一般的公司，你要先听个人还是听公司？个人啊，个人跟你比较切身关系啊。举例来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早上假设，比如说你骑摩托车或开车，是不是拿着钥匙？对。然后是不是去发动车子？好，看你是车子还是摩托车，不管哪一个。然后你这个发动，哎，怎么发不动？好，那你这时候会认为是什么问题？啊，没有啊，你有看过这种书？啊，没有 啊。我二哥曾经啊，从交流道下来，然后呢，下交流道已经没有油了，然后一路因为下坡嘛，所以滑行。所以路滑到加油站刚好停塞哦，超厉害的啊！我说你这差一点点就要在路边推车了。啊，他说一般人认为，哎，我这个车子发不动呢，我去找钥匙就可以发动。这个是所谓的表面表象。他说真正的实相在下面，是那个 battery， 也就是电池。所以是透过钥匙来发动车子，来启动了电池。然后电池呢发挥效果，让这个车子发动了。然后大部分的人呢就在找这个表面的车子的问题，或者是钥匙的问题，而不去思考电池的问题。这是一个 OK 好，这个很有趣的比方。那书里面有这几张图，非常有趣。好，那另外一个雅慧应该也很熟，因为这个跟气管有关系，叫生命产品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刚开始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突然越卖越好，越卖越好，越卖越好，然后呢，开始衰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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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人买这个东西了，好，产品生命周期，那他说，生命周期是很正常的，因为佛家说生老病死本来就很正常，但重点哦，下一个重点来了，重点是有没有办法让这一波的生命周期还没有结束，在这边的时候。哎，赶快让，比如说1/10，它的灵性的种子，再创造另外一个产品生命周期起来。好，然后又快掉下来了，哎，灵性的种子再1/10，所以意思就是说到最后就是咚咚
就会变动限度 OK 啊，买股票的人最喜欢这种限度嘛，对不对？就是持续上升的，但事实上不太可能持续这样子啊。那他说这个是产品生命周期啊，那他在下面画了一条很有趣的线，叫做业力发挥周期。就是业力发挥小小的时候呢，这时候你产品卖的普通，业力开始发挥的时候，哎，你的产品就开始越卖越好。然后通常一般人或公司的状况，比如说 Motorola， 比如说 Nokia， 比如说柯达，哈，就是哎，业力在发挥的时候，哎，顶点的时候，然后他们呢忘记去做下一波的业力种子的投资，于是呢公司就啊就下来了。好，最后讲回来，所以这堂公益课没有收任何费用。其实它就是一个业力种子的例子。那如果各位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的话，代表会非常好。哎，我接受了 Gary 老师的教材，啊，他跟你分享一件资讯，我觉得可以再去跟更多人分享。于是他就开始把十分之一的灵性的种子拿出来，怎样再投资，于是又会再成长，所以他就会持续的成长。也是非常有趣哦。好，那你如果有认识基督徒的话，基督徒有十一奉献，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一模一样，十一奉献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很多宗教虽然听起来不一样，其实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啊，就是要告诉你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有一些有要求，有一些没有要求。OK， 这很有趣哦。好，他里面讲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你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一句我们也常听到。自己要成功很简单，先帮别人成功，那你就会顺便成功这样子。那里面有讲，那其实就讲八个业力法则，其实要读完超简单的，我大概十分钟读完了。但是呢要真正去思考去应用，因为它还要求功课，它有功课，它的功课就是你要拿一个笔记本，然后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然后你要静坐五到十分钟至少，那他就给你功课，写下三个什么，写下五个什么。好，然后那个其实因为平常比较忙嘛，对不对？然后突然看到，其实这本书我买很久了，那天就是哎，又看到，把它拆开来看，我买前几版的，然后看看，哦 ，OK， 然后就静下来五分钟，就发现哎呦，心里平静许多，哎，就很厉害了，这叫业力法则。好，我们再分享，然后所以回来请讲 ，OK， 好，所以善用业力法则，创造富足人生，啊。很有趣，推荐各位看看。好，第一句再念一次 ：The two stories, contradict each other。这个两种说法互相抵触，所以一般人觉得，如果你钱花光了，人就没有钱了。但如果你适当的，去投资你的灵性种子，它会带更多钱回来。好，下面解一下 predict。Prediction 叫做 verdict， OK， 这个叫决裁决裁定，这是法官说的了哈。二次一起叫 dict， 啊 ，dict 代表给，为什么 dict 代表给呢？它其实后来变成另外一个字，叫 do， 啊，那你可以加个 a， 所以后来有个字叫捐赠，哪个字 ？donate。Donation， 就从这个字刚来的。那还有一个字叫做原谅 ，pardon， 其实它根本不是原谅哦。那 pardon 不是原谅，那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版，一起念一下 ，pardon me，pardon me，could you say it again？ 这好像有看过了哈。请原谅我，可否？麻烦您再说一遍，请原谅我，可否麻烦您再说一遍 ？OK。那后来呢？人们偷懒，后面全部省略，剩下两个字 ，pardon me。后来连 me 都懒得说，剩下哪一个字 ？pardon， 对，一个字就解决了 ，pardon， 请原谅我。那后来是把它翻成再说一次，所以它的再说一次应该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OK， 好，很简单。为什么讲这个字呢？因为这个字为什么叫原谅？因为咚咚咚不就是给吗 ？Part 是从头到尾，来这里 per， 所以从头到尾都给，代表完全的原谅。OK， 如果
果你有兴趣再看一些灵性方面的书，还有两本原文的，但是都有中文翻译，一本叫做 Happy for No Reason， 快乐不需要理由，这个书名也很有趣，另外一个叫 Love for No Reason， 爱不需要理由。哎，那你不要太局限它这个爱跟快乐，它这个爱跟快乐是比较灵性的爱跟灵性的快乐。OK， 好，好像太抽象了，我看到问号出现了哈。好，所以来纪念一下 ，Pardon me， Pardon me。OK， 好，这是很有趣了哈，各位可以去体会看看。啊，当你体会到了呢，很多事情就很简单了，很简单了啊，就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啊。我会认识一个老师，叫星辰老师。如果你在群组可能有看过他的资料，他在网络上教心灵课程。然后他最近很迷那个西瓦心灵术，有听过吗？好，所以就是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也没有很了解啊，但我侧面片面的了解。他说他去搭飞机，然后飞机上有个妈妈带了一个小朋友在哭闹，然后于是呢，他用西瓦心灵术。啊，这是他写的文章里面写的哈，不是我讲的啊，我是转述。他用西瓦心灵术，然后到另外一个空间去跟那个小孩沟通，然后沟通完三分钟内，那个小孩就要安静了，就这样。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晓得他是怎么弄的哈。我就看到这篇文章觉得蛮有趣的，西瓦心灵术 ，OK 啊，很好玩。哎，但是 who knows 谁知道啊？说不定就有这种东西啊。来，这里是 tradition。OK， 我举一个比较那个浅显，大家比较有体会的，好了。你有没有曾经做梦，梦见过未来发生的事？有吗？没有，或者是梦过哪一个你在生活当中看见的场景？有吧？也没有。哦，那可能是睡眠不足。我主任都有嘛，对不对？你梦过什么？你梦过什么？就是。现在进行的一件事情，然后感觉以前在梦中已经发生过。发生过，对啊，会吓到，那是真梦，我在哪里看过的？对，就但不可能之前看过这一幕，因为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或怎么样，就很有趣。我国中呢，梦过月考考卷，对，厉害吧？月考考卷，唯一残念啊，没戴眼镜睡觉。也是困惑梦的，啊，就是第一大题，第二大题，第三大题啊。对，我真的有梦到，但就困惑梦，因为睡觉没戴眼镜，啊，就是人很有趣，他在睡觉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近视，然后所以必须要戴眼镜才看得清楚。其实是自己说服自己的，就跟催眠一样，催眠没有人催眠你，是你自己催眠自己，是你相信你就认为是了。啊，所以那个刚才那个 comfort， 我刚才举那个 Mia 的例子。他认为他一定要出国，所以他相信，他就努力拼命出国去了。OK， 然后我讲他真的很好命，为什么？因为他出国去住哪里，你知道吗？再来看，住他公婆家，因为他公婆是澳洲移民，然后所以呢，他那一年都过好命的生活，公公带他上学，婆婆煮饭给他吃。然后呢，他在念书。你说他好不好命？超好命的。我说哇，你这一次真的是后面啊，对啊，人家说那个人真的好命。对，你看工作也找这么好的，德州仪器，然后出版社的，然后要念书，你看钱自己存一存，然后呢，公公带你去上学，婆婆煮饭给你吃，你就专心念书就好了。所以他回台湾，我请他吃饭，他说哦，Gary变我变胖许多哈。我说废话，你都是在念书嘛，就吃东西的，过来都说很蛮开心的。好，所以回来这里是 tradition。好，下面哎，那有人说老师，那我没有他这么好命怎么办？嗯，怎么办？自己错。嗯，自己错。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我们现在在做什么？读书，恭喜你哈！读书就改运了哈。读越多书，命会越好，运会越好。然后是不是对啊？对啊，因为知识嘛，知识可以帮助你改变很多东西。而下面 ，They broke with tradition， and got married quietly， 毫不声张的结了婚，
下面来形容词哈，一起念一下 traditionally 啊，所以 al 是形容词结尾， ly 是副词结尾，所以 ist 变成名词结尾啊，一起念一下 traditionalist。OK， 好，那这个答案给各位也非常欢迎各位补充啊，或者这个自己可以标示嘛哈，就是你第一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哎哪边需要切割一下，哪边需要标注一下，都可以做这个标注的动作。那如果改完标注完，你觉得哎那个有一些可以值得跟同学分享的，你就传回我们群组啊，都在群组里面。这样是一个灵性的什么？哎，种子啊，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是灵性的种子，就是你不求回报的去回馈。OK。来，二十五，跟刚才有关的哈，你请一下 Dora。来，你注意 ，She is one of the church's main donors。是那个咚咚咚，跟那个 pardon， 跟那个 donate donation， 所以主要的捐赠者、受赠者。来，第一个请一下 donate， 第二个 blood donor， 最后 condone。OK， 所以咚咚咚，那其实很简单。你就想做善事嘛，哈，做善事，所以做哪个字 ？do， 所以 do 的是 do， 所以做善事的人哦 ，donor 很简单 ，OK。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比尔盖茨之前捐了$400亿吗？现在知道了。哎，那个种子可大了，$400亿呢，对不对？十分之一嘛。他那时候就成立基金会啊，然后就自己变基金会董事长，然后把大部分的财产捐出去。哎，坦白讲，如果我$400亿，我也可以捐399亿，是他没有亿花嘛，对不对？哎，一亿美金就30几亿台币了。如果你好好理财，应该是花不完嘛，对吧？我觉得，对。如果像数学家这么厉害，还会计算的话，那个规划好应该很好花。觉得400多亿其实没差，他已经多到已经不晓得怎么花了，好，除非你要买岛还是什么的，所以他那个400亿，他把它继续，哎，做慈善，哎，如果我是他儿子，我一定跟他说，爸，怎么这样？哎，1亿给我这样哈，你可以捐399亿，然后1亿给我留着花这样哈，哎，不过不是哈，各位有没有听过他怎么选太太的？比尔盖茨。请问他有时间去约会吗？没有。那两位有听过吗？没有。他选太太是这样选的，因为那时候全世界微软有几万个员工，他说我的太太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认同微软的公司理念，有道理吗？因为是微软的创办人嘛。那谁最认同公司理念？员工。好，第二个条件，我的太太必须要很聪明，那优生学。我那么聪明，我一定要配一个很聪明的太太，我们生的小孩会更聪明，这样哈。好，那所以第二个，怎么样从员工里面筛选出最聪明的员工呢？于是你可能万万没想到，比尔盖茨听说出了50题还是100题的题目，征婚题目哦，各位。好，然后就把那50题还是100题呢 ，email 就发给员工，全微软全世界的女性员工，好，他说。我们创办人 Bill Gates 现在要征老婆，但是你要应征老婆的条件就是在什么期限内把这50题还是100题的答案然后写完，然后回复给比尔盖茨先生，然后比尔盖茨先生会亲自筛选好入选的，比如说20位、50位，然后呢再面谈，然后最后可能最后前三那个 candidate 候选人，然后最后。这个面谈最棒的、成绩最高的就获选变成比尔盖茨的老婆，所以听说他老婆是这样选出来的，哎，酷毙了吧，酷毙了，哎，我主任，你有想过这样选老婆吗？我可能没这么多，没这么多钱啊，没这么多员工啊，对，他从几万的员工，每天都是2万多个女性员工，就是全世界很多嘛，然后呢，好像1-2万个女性员工有回这个问卷，有回这个内容。好，这就从里面去筛选出来哇，最聪明那一位，经过了 interview 啊，你就是我老婆了，就这样。哎，酷毙了吧？我觉得蛮酷的哈，蛮酷的哈。哎，这个有一个说法，
叫做有钱就是任性，对，因为他就是创办人嘛，对不对啊？好，我那也很厉害，就省时间了。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厉害是那个主博客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叫疯狂在学中文，超厉害的啊！还有一些人像 Domin， Red Domin， 看懂 ？OK， 所以来先到25，看看有没有问题。后面是26，我们先预告一下啊，来进行一下 Duo， 27 Introduce， 28 Edible。它的白话是 edible 啊，这个是 edible， 待会告诉各位为什么啊。29 equal， 30 coeval， OK， 10 minutes break， 休息10分钟。